好，我先弹一次正常版。好，这个怎么弹呢？好，一开始这样子嘛，就一根手指头。这里刚好换和弦，是你的食指和小指就要准备哦。好，小指要依序的上去。然后等一下，这里零二，所以马上又要换成食指。然后没有东西，然后照着弹。水照的大提琴，这里还有个 P 哈，要记得去勾它。然后换和弦，再来就最简单了，2002。最后面很多232，但是你会仔细发现它只是一个和弦的 D 的分解而已，所以想着 D 按下去，照着弹 T 1，然后231的99的照弹就好了。